恁有听到无？恁有听到无？恁无听到吼？这个公投提案，它后续的状况会是怎么样？我也希望提案人能够清楚的来表达他的意见。现在请正方代表林德福先生发言，时间12分钟，请发言。头前我该讲的拢已经讲过了，最后我只有想要来问，恁有听到无？恁有听到无？恁无听到吼？无听到，这两年外来，台湾百姓，因的心声，有苦讲袂出来。多谢。